歌，也是您点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你怎么说》。在这里呢，也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新加坡历史悠久的百年妈祖庙，来这边为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带来歌曲。在这里呢，也祝愿我们的妈祖娘娘千秋千千秋。好，那接着一首歌曲呢，我想为您安排的这一首歌，也是您点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你怎么说》。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，立安尊重。